羡慕这里的环境，羡慕这里的小朋友，羡慕小朋友的母亲在这受到这么无微不至的关照，是吧？以我们沈阳为例，每年我们新生儿童小朋友有5000余人，这样来讲呢，如果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产后护理，他们会得到很高的享受，是吧？所以我听说同格拉米马上就要在沈阳建立这样一个店了。我希望像这样的店建得越多越好，我们沈阳市政府将给予大力支持。